今仔日是你家己要嫁入王家做细姨，做细姨就爱照做细姨的规矩来。林安娜，这是大母的苦，即马麻烦你这个细姨对大母的苦底忍过去。林安娜，你若是唔肯忍，那你今仔日入门仪式就到这为止。我就是我。林安娜。你告诉要我替你宣布，今天入门仪式取消。各位，我能。你要嫁入王家做细姨，做细姨就要照做细姨的规矩来。林安娜，这是大母的苦，即马麻烦你这个细姨对大母的苦底忍过去。是安那，我安尼做啊。这代表你入门以后，你的身份地位永远袂当超过阮妈妈。我袂，安尼做根本就是你侮辱我。卡长，那阮古早的传统，受做细姨也爱忍过大母的苦点，有这个风俗。啊！今日大母到有这个要求嘛，无过分。麻烦你这做细姨的，你即马就乖乖照做。林安娜，你若是唔肯忍，那你今仔这入门仪式就到这为止。安娜，你就稍微屈一下。我就是我。林安娜。你告诉要我替你宣布，今天入门仪式取消。阿咪华专心要想你哩，你想我莫甲伊过去啊？各位，我能。内容总共有两项，
第一项是针对拄只林安娜小姐所讲的，伊毋是孝顺阮家的财产，也毋过惊嘴讲无效，所以我要求伊签下这份切割书，同意放弃争取任何属于阮家财产的权利。第二项是针对黄冰春先生所写的，以后你的日子，单日是属于大某的，双日则是属于小姨的。你同款爱伫咧切割书签字，然后严格遵守。两位安怎？唔免看我啦，今仔日是美华做主啊。会当这么无规矩啦，人哦，伊即马是大某呢，你哪会当安尼共人啦？美华啊，我老友英哦，食到这个岁数吼，今仔日算是大开眼界呢，看到一个咧心宽手软的大某吼，竟然有法度甲一个细伊欺负到这么啊忝着啦。元姐啊，我还佫伫咧处理代志，请你点点好无？林安娜，安怎？要签还是不签，一句话就好。林安娜，你若是心内无鬼，就紧签签咧，莫阁浪费大家时间。好，我签。有你，志涵，美华姐，我的这杯茶，你是不是能喝吗？会用的。中心敬茶。美华姐，请饮茶。叫较大声的，我无听到。美华姐，请饮茶。安怎？叫咱唔敢关心，唔是，阁叫一遍。美华姐，请饮茶。医生哦，算是完成啊啦，哈。